天地，他妈干了一半就撒手不管了，孤儿寡母的就这么扔给我了，有木有？有木有啊？天下分成了三块，属咱们一不周这卦的最悲剧啊，有木有啊？有木有啊？此城危急存亡，妈的就是死到临头了，你知道不？知道不？一群苦逼的忠臣还得为蜀国献青春，献完了青春还得献他娘的子孙，有不有啊？有不有啊？累死累活都是为了给先帝你擦屁股，都是为了一把屎一把尿的把陛下您喂养大呀，你能不傻逼吗？能不能啊？你能不胡说八道吗？学学人家国王的口活啊，能不能啊？你能不把提意见的大臣都当成无媒被遣党吗？能不能啊？犯事的人你能不把他爸当提纲吗？能让有关部门依法办案吗？能不能啊？表彰别人的时候你能少写一句成都大学是个好学校吗？能不能啊？能不能啊？过油脂你敢再重用一点吗？非议你敢再多听听吗？见着董卓你敢躲得再远点吗？他们都是良人啊，智力壮，不是智力重春啊，都比敲肉这个专家强啊，强一万倍啊！你还有好人卡发给他们吗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啊？将军项冲他活真好啊！献帝都说他能，你说他能不能？你说能不能？项冲说了，我能。他真不是移动的广告啊！你不能丢下一句对不起，我已经有信任的人了，就走开呀！上。